最近发觉说，整个在两段式左转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哈，因为它产生了很多车流的交织，哦，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还包括两段式左转它的待转区的位置设置不当哈，也就是说，在传统就是，请机车啊，就是要透过比较不方便的方式哦，来达到避免相撞的部分。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机车过多，也应该尊重机车的这个路权哈。6月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交通部底下的道安会是怎么样善意解读跟机车有关的事故数据。但是欧美日韩他们的机车大概占13%到10%以下，那机车的事故死亡约占所有事故死亡的60%，受伤约占80%。如果把机车这一部分扣掉，我们每10万人的交通事故死亡大概只有0.几，就是你刚刚讲的比例时也差不了多少。如果把机车扣掉。现在，王国才部长正是在道安记者会里面说要尊重机车的路权。对于机车的路权啊，或是说各个包括什么自行车的路权啊、行人路权，我觉得这部分是交通部很重视的。还要检讨两段式左转，不知道是不是被盗账号了？该不会在台湾实行了几十年的强制机车两段式左转，真的就要终结在这一任部长的手上了吧？半套的汽机车分流制度会不会也跟着调整啊？把时间往回拉到1970年代，当时的台北正处在迅速发展扩张的时候，随着马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多，交通状况也逐渐恶化。而为了解决拥塞的问题，不断有政府官员抛出禁止机车行驶的想法。最后，在市警局的主导之下，正式确立内线车道划设禁行机车的政策。不过，当时并没有对左转做出配套措施，所以变成有些路口直接禁止机车左转，有些路口则是机车要在接近路口的地方再横越禁行机车的车道，进到最内线的左转车道，反而衍生更多的问题。不过，可别以为这些问题会动摇政府限制机车的决心。毕竟当初实行禁行机车的理由可是打着安全2个字的大旗，而这种只限制机车走内线，却让汽车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外线车道的半套车种分流，更是加了满满的“我是为了你好”的说辞。万一被人民发现实行禁行机车之后，交通状况不止没获得改善，反而还衍生出更多乱象的话，在那个戒严的年代，岂不是被打脸打到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观察到隔壁的日本针对一部分的机车，规定他们在路口必须要切到横向道路的斑马线前方，等到横向道路绿灯时再直行，借此来取代无法进入到内线车道转弯的方式，把这个称为二段接右折。你当开无塞兹，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这样的转弯方式被引进到了台湾。用来解决内线车道禁行机车之后，机车不能合法切进内线车道左转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机车两段式左转。而这项措施开始在台湾实施之后，政府越用越上瘾，把它当成了治理交通的万灵丹。只要马路出问题，机车滚去两段式左转就对了。比方说，在台中大里的大智路跟桥城路口，明明就是因为酒驾而造成的车祸。警察提出来的改善方案，竟然是要机车去两段式左转，整个状况就跟砂石车去撞总统府。结果提出来的维安措施是要禁行机车，一样荒唐。甚至说有些路段明明内线没有禁行机车，却因为各种奇怪的理由，强制机车必须要去两段式左转。待转牌悬挂的位置也没有一定的规则，有些在左边，有些在右边，还有的会被树挡住。骑个车搞得像是在玩威力在哪里一样。而且自从开始实施两段式左转之后，一直被机车骑士们诟病的问题，就是原先只要等待一次红灯的路口，结果硬生生的多出了第二个。如果运气比较不好，要在复杂的路口左转，像是俗称为台中五芒星的三民、五权、崇德、锦南路口的话，你以为从三民路要左转五权路，只要到锦南街待转就好？错，待转哥的远方还很贴心的告诉你，往五权三民路基曼车请两段式左转。
所以麻烦乖乖再去右边三民路的待转格再等一次吧。回到两段式左转的发源地日本，机车总量不过也才1000万辆出头，规定右转要踩两段式的不过485万辆，结果台湾强制两段式左转的机车总数就超过了1400万辆。那么多的机车要挤在那么小的待转区，怎么想都知道那个空间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台湾夏天又热又湿，红绿灯动不动就99秒起跳，停在待转区内还要跟其他车子的排热跟废气近距离接触，等一次两段式左转身体就要湿一轮，特别是人体排汗量最大的头部还要被闷在安全帽里面，时间久了可能就会散发出阵阵臭味，加上路上废气灰尘满满，湿黏的内衬也沾附不少油脂脏污。所以为了对抗夏天两段式左转带来的可怕危害，这边为大家准备了防御公式的干洗消臭清洁慕斯，只要先摇一摇，接着把慕斯喷进安全帽内衬，记得是要喷里面不是喷外壳哦，接着等待20到30秒，用湿纸巾来回擦拭。好脏哦，炎炎夏日清洁安全帽内衬不需要再搞到满头大汗，暂时拆不掉两段式左转的牌子，那最早也要有颗干爽的帽子，毕竟别忘记台北市的市民大道跟塔城街口搞了2年待转牌还高高的挂在那边，甚至因为待转的机车爆量会压到斑马线，造成行人无法通过，所以把斑马线的位置改了好几次。两段式左转的措施实行下来，可以说是在看哪种运距的用路人最容易被欺负，就往那边软土生掘。所以说难道日本在做二段接右折都没有这些问题吗？首先要厘清的是，日本规定要两段式的机车仅限于 50cc 以下而已，也就是相当于台湾的绿牌机车，因为这些机车在日本被规范时速不可以超过30公里，以一般市区道路的内线车道来说，平均速度可能就落在50公里了，在速度跟不上车流的状况下，进到内线车道右转相对来讲并不安全，所以才会衍生出二段接右折这样的规定。不过日本还有另外一个牌面叫做二段接右折禁止，也就是在这个指定的路口是严格禁止你两段式右转的，不像台湾还会有那种画不出待转区的地方就直接挂个牌子要你自己找安全的地方两段式左转的状况。其实也就是同样的道理，通常在日本会禁止 50cc 以下的机车两段式右转，是那种你去待转反而会更危险的地方，比方说 T 字路口，因为根本就没有横向的道路给机车去闪避直行的车流，所以反而会允许进入到内侧车道去做右转。也不要以为挂了那个二段接右折禁止的牌面就代表可以在路口直接轨切横越多个车道去右转，在禁止两段式右转的路口会在路口之前的100公尺左右开始就挂了这个二段接右折禁止的牌面，并且挂在马路的左边，希望 50cc 以下的机车可以尽早从左边切进内侧车道，才不会到了路口发现不能两段式右转之后做出其他危险的驾驶行为。这跟台湾普遍是到了路口才会出现两段式左转的牌面有不小的差别。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机车过多也应该尊重机车的这个路权，比如说专用石像，现在有很多这个县市政府在慢车道有一个机车的专用石像让它过去，所以想说在机车的管理上面可能要因地制宜，有的适合两段式左转，比如说它设置的地方是非常好，设置的这个地点没有问题，还包括它机车量也不多，这时候可能是这样，如果机车量多可以直接左转，或是设专用石像让它走。等等，慢车道左转专用石像那不就是蓝蓝路吗？蓝蓝路之前交通部贴一个用 AI 判读路口冲突，结果图画出来就是两段式左转的冲突点超多，现在又要搞一个从右边的慢车道左转的设计，那不就是要在路口横越所有的直行车道？如果再给那个 AI 来判读路口冲突的话，搞不好那个冲突点还会多到系统直接罢工宕机嘞。所以说这个蓝蓝路是怎么出现在台湾的马路上的呢？因为两段式左转的牌面腐烂的设置，导致有些路口把待转区划设下去之后，反而会跟直行车流冲突，产生了骑士们戏称的待撞区现象。这个问题在 T 字路口又特别严重，后来各地的交通局想到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把这个待转区往后方加长延伸，变成了在最右边的左转车道。新北市交通局为了要让这个左转车道更加显眼，把整条都涂上了蓝色油漆，也就成了所谓的蓝蓝路，今天也成了右侧左转专用道的代名词。而蓝蓝路最被人诟病的，除了违反左转靠左、右转靠右的直觉之外，地面上涂的蓝色油漆更是骑士杀手，尤其是碰到下雨天的时候，这油漆的材质不容易排水，很容易造成打滑摔车。官方也只会不断宣称排水系数有高过法定标准而已。蓝蓝路的问题政府不想面对，那我们就只能自力救济，雨天的时候让自己看清楚一点，就能减少摔车的机会一些。防御工事同时推出镜面特工的强效镀膜喷雾，只要先把安全帽的镜片清洁干净，喷上镀膜之后默数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用纤维布稍微擦拭，晚上下雨一样可以看得清楚，而且也可以用在后照镜上，让我们在转弯的时候看清楚后面的车子。为什么要看后面呢？在蓝蓝路上面左转的时候，谁又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其他车子看错号志直接冲上来啊？所以说，这种蓝蓝路的设置最开始是为了解决 T 字路口的带撞现象，可以说是利益良善。但是同样的状况在日本，人家是鼓励用路人尽早切入内侧车道，而台湾机车多数超过 100cc， 性能绝对比日本的 50cc 来得好，要跟上内线车道的车流速度也绝对不会是个问题。两段式左转的制度确实该被检讨，但不该只是简化成外侧的蓝蓝路左转专用道，甚至像新北市还变本加厉，连两线车道的马路也要求机车要左转不能走内线，必须走在外侧的蓝蓝路上面。再加上这种车道在左转的时候要跨过整个路口，不允许其他方向的车流同时行驶，不能像其他 T 字路口一样同时开直走的绿灯，等于是降低路口的效率。所以我想说，对汽车管理上面，在交通部最近对于整个这个事故的分析里面，也认为必须再有新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模式。这几个月的道安记者会上，依然持续着检讨基老酒的主轴。不过里面除了酒驾是明确的肇事主因之外，剩下两个根本就没办法知道造成事故的行为是什么。这样的分析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结果，所以部长说的必须有一些新的管理模式，你觉得会是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欢迎分享在留言区，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知道原来日本有禁止两段式右转的规定。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